今天上午8点，青年演员潘欣怡的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举行，导演陆川、演员温兆伦等人纷纷赶赴现场致哀。追思厅内，潘欣怡的遗体被安置在花丛中，潘欣怡生前好友温兆伦戴着墨镜上前哀悼，神情十分悲痛。潘欣怡的同窗好友姚晨则已泣不成声。追悼会上，潘欣怡的父母强忍悲痛念完了悼词。妈妈，永远爱你，永远爱你，我的女儿潘欣怡。潘欣怡原名潘娟，曾出演《金粉世家》《阮玲玉》《千钧一发》等影视剧。今年2月20号上午，潘欣怡在家中不慎滑倒，撞碎鱼缸，虽及时送医抢救，但碎玻璃将她的大动脉割破，因失血过量医治无效去世，终年29岁。